我要邀请我们的立委哈，但是先放立委。刚刚我们在人身攻，他又跑回田尾，而且又跑到哪里又跑回来哈，你今天。代表王惠美县长来参加我们二林镇公所办理的以林甲林做会放风吹，安对了哈。哦，这个活动啊，我们去年办开始办嘛，今年是第二届哈。那这个场地整理得非常好。那去年的时候哈，还没有这些草坪，哦，我记得还没有这些草坪。那现在这些草坪都绿草如茵哈，那也是一个很适合放风筝的地方。那今天刚好。现在比较无风啦，但是咱的市议头先有讲啊吼，一波都要起风，你讲得准啊吼，下午就会起风了啦吼。那我们在这里啊，这个放风吹的，也讲吼，与疫情的关系啊，让大家郁闷很久了哈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大手牵小手，一起出来，在这个非常好的环境啊，我们一起来放风吹啊，让我们心情啊跟风吹一样啊，一起远扬啊。让我们这个郁闷已久的心情啊，能够啊赶快打开，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二林高中的预定地，那是有四公顷大哦。当初我们会选择在这里，是因为大家拢讲，离林海靠所在哦，风景好，但是离林人真有风多哦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我们原本的弱势，把它希望能够变成我们的优势。所以在当初在去年的时阵，阮就规个工作团队吼，拢走去倒咧，走去新竹新竹的南寮渔港。结果看回来以后，我们觉得我们这边还跟他们比起来还不错哈。所以这个中我们这个今天有来放的有一些国际风筝的好手，有几个朋友告诉我们，那个詹金水詹里长哈，伊讲哈。专台湾县哈，全台湾省哈，目前最好的是在新竹南寮，第二棒的就是我们二林了哈。这我不讲北差嘛哈，对吧哈？如果说错了，你等一下再纠正哈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彰化县可以发展国际风筝节，国际风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啊。所以我也跟副县长报告，未来我们可能还是会持续来精进这个事情哈。那风筝哈是我们小时候一直有的一种活动，而且它的一个想象就是希望能够翱翔哦，就像我们的离秀港冠哦，可以在天空翱翔，无远佛界啊那哈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放松。所以除了讲家里当在来放风吹一挂哈，我们也希望这个场地可以家人一起来放松。放电，然后放空了哈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直以来我们二林为什么喜欢，为什么那么多活动一直持续在办理，就希望哈能够把二林的品牌行销出去。